大甲妈祖绕境今天中午抵达了嘉义县，大批信众在云嘉交界是高声欢呼，场面非常的热闹。尽管因为疫情关系取消了嫩牛咖，民众呢还是热情不减，跟随来祈求平安健康。现场可以说是挤得水泄不通，而周边店家也看准了这一波商机，备好了大量的货品，全面来备战。还有业者在现场免费的发放口罩，提供给信徒。快两边呢。好，来！大批信众在云嘉交界的轮带桥上迎接跟随，空拍画面看到队伍一路绵延，万头钻动的场面相当热闹。鞭炮声不断，艳阳高照，但信徒依然齐聚相迎。这次大甲妈祖绕境，因应防疫取消嫩牛咖，早晨加快了些。明天早上大家一起集气，然后祈求妈祖会当予台湾会当啊紧落雨。但这年度宗教盛事来到了嘉义，沿线店家早已做好了准备。备好货品、美食，要让香客们补充体力。还有业者在路边免费发放口罩。防疫期间，然后这是大甲妈祖的活动，我们来提供这免费口罩，配合政府防疫。哎，有时候可能出门忘记戴口罩这样子。一场绕境进香，吸引大批信徒热情参拜，表达虔诚的敬意，也祈求能尽快天降甘霖。华视新闻小新陈金芒、邱显雄嘉义报道。